请三位生存指导在白板上写下心仪的队员。我只说一句话，三个评委，我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觉。我这人就是一个毛病，就只爱干不爱说啊。我没什么优点，我就愿意跟大家一起进步。啊？不是，不是，第三位教练可能选谁不是写不要谁啊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因为我说真的，小凯的声音比较细啊，所以你们在下面是听不见他在上面。其实他有各种的在招呼，虽然他是招呼哈，弟弟是年纪最小，但是他有一直在照顾周围前后的人，实话一直在照顾。对的，我拉着你，我拉着你，你待会儿拉着你。你手给我放心，手给我，手接麦腿，接麦腿，接麦腿。我的小凯宝宝在给我按摩，我非常的幸福。现在对你们的考验开始了，谁先游到那个岛，我选谁。开始吧，把泳裤给他们。这样这样，到确定谁输了谁要停。石头剪刀布，剪刀布。我们三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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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三个。我跑 I9S， 这一刻更惊喜。你们待的岛是那个叫做……你记忆力去哪儿了呢？英歌岭，你们是在英歌岭，但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岛不是英歌岭啊，不是不是。现在就是你们主要是保护鹦鹉，对不对？啊，并不是。你们也住在岛上吗？它不是一个岛。Go！ 哎。本轮任务关键词协作，野外生存考验，团队协作必不可少。少年们将分组挑战两项不同的对抗游戏任务，通过游戏中彼此的合理配合与分工，锻炼成员之间的协作能力。干嘛挖地雷啊？现在请大家说一下各自的队名。我们来吧，我们先来。我们的队叫三高战队，我们是纳阳、纳剑、纳泉组合。我们的队叫马小五队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食材大作战，每个队伍一人在水缸里憋气计时，另外两人手绑在一起，挖开埋在沙坑里的盒子，找到相同的食材则获得食材，不同则放回盒子里。每人一次，最多拿一样食材，每组玩三轮，中间可以换人逼起，最后根据找到的食材数量分发 WB。准备，那个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开始。不难，白菜、胡萝卜放过去。不是放在哪儿呢？这哪儿呢？胡萝卜，不拿拿胡萝卜，拿胡萝卜，胡萝卜是拿这个，你拿，两个都得拿着。哎，这两个都拿着，你把它扔下来干嘛了？哎呀，好笨，好笨啊！一个，啊，那边的水已经喝完了，再给他换一个。陈哥好厉害啊！这个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白菜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我们全哥。烦死我了！不要搞这种东西啊！这个有了。根本没气啊，怎么憋啊？渴吗？渴吗？加油，迪哥！哎，三秒钟够了，迪哥，可以了，准备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停！七秒。Hello, it's me.
他睁开眼睛了，看见了自己的脸，吓一跳，起来了。不是。天上天上，烦死了他们！又踢脚又吹耳朵的，你们做了什么？待会儿百倍奉还。四种，我们够吃了。